一本书了解美国史，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很抱歉，当我在一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没有想到点击率能这么样的高，所以我今天感到非常羞愧，羞愧的原因就在于，在我即将把这本书读完的今天，我才渐渐地了解到，自己当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更多来自于取悦于自己，或者说自娱自乐，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声音，给自己开启一块自己不曾见到过的那么一个天空，但是没有想到很多听众跟我一路走来，因为我有的时候读得比较磕绊，或者有的时候把一些外国的地名人名说得不清楚，真的给各位添乱了。如果大家觉得我哪一集读得不能让您满意，您可以给我留言，我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重新把它录一遍，然后把旧的或者说出现错误的东西把它删掉。在此真的向各位道歉，也希望大家能原谅。好，下来我们把这本书当时没有读的前言的部分跟大家再读一次。一本书了解美国史。A Short History of America， 美国简史。要了解一个国家，就要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它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历封建社会就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它用40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些国家上千年的历史进程。它是世界头号强国，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球的目光。它每天都在创造着奇迹，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经历了殖民统治、国家分裂、经济萧条、战火硝烟的灾难与磨砺之后，它终于凤凰涅槃，获得重生。回首往事，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翻开本书，一幅全景式的美国历史画卷正徐徐展开。出版说明：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西望云天，而知阴晴。面对万古江山，古人由衷地发出了深沉的感叹。其实，将这两句话当作我们读史明智明理、知荣辱变化、懂盛衰起伏的切入点，无疑是恰当的。每个国家的历史如同潺潺水波，自有其源头与去向。但当我们驻足于河畔之间，低首凝望，那水中倒影虽然波纹交错，但其面目依旧清晰。那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对应于历史的起承转合，就是一幕幕跌宕起伏、险象环生而又赋予启示的历史细节。因着这些细节，我们才能身临其境地感受遥远而又近在咫尺的异国变迁，让读者诸君在举一反三、静思凝想中，发现大国崛起的内容及其实质。美国何以从英国的殖民地一步步走向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式的乐观开朗源于怎样的精神基因？为什么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观？
作者以通畅明晓的笔调抽丝剥茧，以探寻式的眼光折射一段段充满冒险和进取的历程。日本与中国的交往源远流长，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我们似乎很熟悉，但又似乎很陌生。既然常说同文同种，为何两国的发展大相径庭？是怎样的力量推动了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成为亚洲最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失势中国的千年间，文学、建筑、美术、佛教、服饰等等又是以怎样的形态对这个岛国产生时至今日的影响？由于地缘及历史的原因，谈日本必离不开中国的立场。正因如此，探寻日本的自强之道对于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发展有着更为重大的现实意义。美国也好，日本也罢，毋庸置疑，都是当今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当然，环顾宇内，英国、法国、德国这些传统强国虽然有衰退之势，但是纵观其百年间风雨变幻、潮涨潮落，人们依旧不能忽视其内在的国家品格。事实上，明晰一个国家的历史沿革与发展并非难事，关键在于如何从中汲取有效的养分，为我所用，以史为镜。在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发扬固有的民族精神，为国家的繁荣添砖加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出版了这套《国别史》。该套书重点向读者阐释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印度等国家的兴衰荣辱，使读者能窥其一点而知全貌。在对他国的熟悉中，明了身处于这个伟大国家的我们，该如何以奋进之精神力行其事。正如一位学者曾经指出的，国不在大小，重在神髓。倘若读者诸君能在这套书中得取以上的收获，那便是我们最大的愿望。由于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请广大读者指正，特施会意。前言。1620年11月21日，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轮船承载着约100名向往新大陆的欧洲移民，在经过两个月的颠沛流离之后，终于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普利茅斯。那里濒临大西洋，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非常适宜人们居住。移民们很快在这里定居下来，开始建设自己新的家园。很多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就是在此时此地建立的。300年之后，在这片新大陆上孕育而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已经跃居为综合实力世界第一的强国，而且其世界经济、政治、军事霸主的地位从未动摇。冷战结束后更是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794万亿美元，这几乎是世界 GDP 前10名中
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总和，且略高于欧洲联盟所有成员国 GDP 的总和。美国还是世界第一军事大国，美军现役部队人数约140万人，其中陆军50万人，海军和空军各占35万人，海军陆战队18万人。美国在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数百处的军事基地，海外驻军约 28.78 万人。美国年度国防预算开支在4000亿美元以上，占世界军费开支的 50% 以上。美国还拥有世界上超一流的高等院校，世界排名前500名的大学中，美国占了168所，其中前20名中，美国占了17所。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这样一个超级巨人，他拥有无数的世界第一，在多个领域占据着主导与控制的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一打喷嚏，全球都要感冒；美国一跺脚，全世界都要地震。因此，要了解世界，不能不了解美国。要了解世界时，美国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历史，也应该是必修的功课。本书力图用20万字左右的篇幅，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地勾勒出一幅比较完整的美国历史画卷，使大众读者在有限的篇幅里获得尽可能多的有关美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知识。期望通过阅读本书，读者能对400年来美国从一个落后殖民地跻身世界头号强国的历程，以及伴随其间的诸多成败得失，形成一个比较明晰的辩证的认识。